肯定不打你。我不。你给我过来！我保证不打你。我跟你说，绝对的啊！哥们儿，未来两年就开始还贷款，省吃俭用。嗨，日子苦点没关系，主要的是要紧紧抓住理想，享受他对我浓浓崇拜的目光，你懂吗？对，丢掉他的两轮自行车，让他坐上我的四轮大汽车，好好的活出真正的自我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信不信老头能把八块腹肌笑出来，把我举起来，驼脖上惊艳整个小区，你信不信？我，爸，站住！给我站住！您心情一点都不美好，是不是？我当然不美好，少主说的最美好，你小兔崽！家的规定是，不刷卡，不贷款，有一分花一分，赚多少花多少，不自卑，不虚荣，努力工作，善良待人。我是谁？是我爸。我说的全都对，你服吗？服，我都服。那么现在和好了呀？我们不记仇，不记仇，不记仇，绝对不记仇。哎呦，这车真不错哎，你瞧瞧，多好看呐！我精挑细选啊，您想以后能接你送你，多好！哎，咱们开车出去兜一圈。行了，把车推给人家，能推吧？不能。你说怎么？有一分，花一分，赚多少花多少，不自卑，不虚荣，努力工作，善良待人。好久想起新篇章来临，主题铠甲属于你，荣耀之光与你同行。战鼓轰鸣，屏住了呼吸，夜幕遮住你的心，龙角浴血下场之后的天际，脚步每一的火焰，燃烧因你感知。